节能宅配移动洗车，重塑清洗行业新高度。哇，这个！凝聚十年蒸汽清洗科技，以优质蒸汽清洗设备搭配三轮车组合整机移动上门洗车新品，外观设计高端上档次，操作便捷，60秒瞬间气化，超强压力配合充足蒸汽量，给车主多重优质清洗养护服务，养护车身，清洗车内，实现大面积快速清洗，同时更能彻底溶解车身油污，对于轮胎边缘死角清洗更有无与伦比的优势，让车体外观瞬间亮洁如新。无水分大蒸汽量，车内 SPA 杀菌消毒除异味，专业打造车内无菌新空间。节能宅配移动洗车，让您足不出户享受堪比高级美容养护中心的专业清洗养护服务。这个不漂亮，就是实拍。啊，实拍的。嗯。亮的
捡起来。嗯。你家住哪里啊，师傅？啊，这样插完之后，你就就假装就这样拍一下这个座椅，然后手摸一下，就证明说它没有湿，对。你这样拍一下，然后手下来摸一下，这样就行。我摸呀。啊。嗯、拍一下就行了。好，到时候给它特写注一个那个字。真的一点都不湿。是不湿啊？因为我都没对着它干，阴气熏过去，因为它的干度不够嘛。干度够的话，就对着它冲，它都不会湿。是吧？这是手法的操作。太厉害了。必须掌握好，不然它就湿了。没有，它真的不湿。我刚才这个椅子都是我冲的。是。虽然有水珠，它都不湿。清洗空调吗？这。洗啦。但这个夏天那么简单就可以了。空调主要是在呈现它从这个孔径四个孔循环出来，要清掉空调管槽里那个气味。就这一点是没有机器有办法做到。